柯文哲，柯文哲，柯文哲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。高喊动算，柯妈妈再次替儿子出征市场扫街，但下一秒，二四。丁守中的支持者一旁呛下，要柯文哲下台。毕竟士林北投可是丁守中的大本营，但柯妈妈丝毫不受影响。每个摊位都要握到手，民众也争相拍照。柯妈妈人气跟儿子不相上下，但对手丁守中依旧紧咬柯文哲。柯文哲才是个空心大老官，从头到尾就是骗，就是骗，骗来骗去。过去这三年多，比郝龙斌市长每年多22亿，为什么啦？我不要理他，没有关系啦，我为什么啦？共罪共啦，谢谢，正想骂个过瘾，幕僚立刻上前阻止柯妈妈，但扫街过程还是遇到小插曲。高举纸牌呛下柯妈妈，领进老金，这一点可就谁也拦不住柯妈妈了。你知道我有你老人年纪吗？你知道不？柯文哲幕僚赶紧提醒，要保持笑容。毕竟当儿子分身到处拜票，可不能成为自走炮。三立新闻总台记者周凯台北报。